你好，欢迎收看4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吕慧。总统蔡英文3号上午抵达了花莲，首先前往国军花莲总医院探视住院的病患，紧接着再前往慈济、布花还有门诺医院，甚至到了殡仪馆。总统表示，对于罹难者家属还有伤者，已经要求相关单位给予全力的协助和慰问，并且感谢国际间的关怀，还有许多台湾乡亲主动热情的温暖。双手合十，深深一鞠躬。总统蔡英文3号下午到殡仪馆向罹难者致意，神情凝重。蔡总统向家属说抱歉，交通部也承诺建立窗口协助处理后续事宜。现场家属难掩哀伤，心碎哭喊。蔡总统弯下腰轻声安慰。台铁太鲁阁号经传出轨意外，隔天总统慰问行程马不停蹄。感觉怎么样？一早到花莲各医院关怀伤者，献上祝福与关心，同时在医院发表谈话。我要向罹难者的家属表达哀悼之意，我们一定会持续的协助处理后事。那目前呢，各医院也全力的在救治伤者，会给我们这伤者最好的照顾。向罹难者家属表达深切哀悼，面对各界驰援，蔡总统逐一致谢。感谢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关心，我们也看到民众礼让救护、救灾的车辆，还有企业、民间团体、民众热心的提供物资跟协助，展现出台湾社会良善的一面。不止国际友人纷纷送暖，意外发生后，台湾从民间到企业齐心关注救援工作。太鲁阁号事故酿成严重死伤，全台弥漫感伤氛围。从3号起，全国降半旗3天追思，台铁办事季来最惨死伤，政府各单位全力以赴，只盼罹难者安息，伤者早日康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